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中文听力理解的第六部分，请听下面的报道。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，今天零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，汽油每吨上调300元，柴油每吨上调290元。全国平均来看，92号汽油每升上调0.24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.25元，0号柴油每升上调0.25元。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获悉，今天零时起上调成品油价格，汽油每吨上调300元，柴油每吨上调290元。全国平均来看，92号汽油每升上调0.24元，95号汽油每升上调0.25元，0号柴油每升上调0.25元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